到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吗？现在我身后的这个景点啊，就告诉您这个道理。这片池塘呢，是宏村的月沼，他们当地人把它叫做半月塘。古人常说月有阴晴圆缺，那如果把它修成圆形的，是不是更好更圆满？但我们老祖宗不这样想，因为太圆满它不符合中国人的智慧。当时村里的族长夫人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：花开必落，月满则亏。月亮它最好的时候就是将圆未圆的时候，因为月一旦全圆，那就奔着残月而去。我们人也是一样的，有人婚姻不好但子女很优秀，有人事业很顺但家庭不和睦，有人家庭和睦日子却过得很清贫。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。人生最忌讳的就是过于圆满，任何事物都有度，过了这个度就会适得其反。人就长了两只手，你就是进了金山银山也只能拿两样东西。所以啊，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求缺不求满，福不可享尽，让三分给他人；力不可占尽，留三分给他人；功不可贪尽，分三分给他人。人生所求不必太圆满，求而不得未必是遗憾。人生无常，要学会知足。所以送给各位一句我很喜欢的诗：何须多虑盈亏事，人生小满胜万全。